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一天我醍醐灌顶，觉得全身充满了能量，阳光照射在我脸上，然后我一个发功，就让两位小朋友在墙上饮恨洗白。当我带出这股能量继续冲刺的时候，小朋友迫不及待地跑来往我脸喷，不要乱学阳光照，醍醐灌顶撞一个消失了，搞得我连终点都没有到。